啊，这不是那个 Michael 吗？他怎么开公司呢？我查过了，他没有办法开公司的啊。所以你有证据？新南便当那边是不是已经两个礼拜没有拍摄了？总经理说美国分公司那边在问。我妈也可以进来的。每周一至周五晚上八点，天边的紫花论坛正好爱上你。